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陌生人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响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明天你要上我家来，你上我家来干啥呀？谢谢，取个名真难。行，我等着你啊。谢谢风春无色醉销魂，感谢王家伟。还有2分钟了，最后2分钟，我们还剩就差3。6。就差20张办卡啊！这怎么啥都不带呢？带的血量啊 ！AP 石头羊，石头羊，来吧石头羊！谢谢，这个不是猴哥，来！谢谢我欠费一的小恶魔，还有1分钟啊！也过了，可以啊！感谢梦灵739。这把谁起来都行，就唯一别起来。他们家啥玩意儿呢？八爷，佛爷哥，往下边走啊！我的哥呀！来，300块，你别死啊！哎呦我操，2滴血，2滴血。谢谢齐鹤下江南头号玩家，还有2秒开奖啊，2秒。哎呀，给我抠死这个小兵啊！哎，我的经验居然会比这个石头人稍微少那么一点点，不太科学啊！如果这个剑圣敢上来，可能是福爷哥搁在旁边来进草丛往前走来，冲上来！马上点烟好，直接越塔杀。我们就是记忆，已被删除的记忆。
buff。呀，这 buff 咋没消失呢？就是有点傻逼了。刚才在视角里边没看见福爷哥，有点傻逼了。没瞅着那福爷哥，那福爷哥后出来的，我光瞅着那石头人了。一定不能让石头人儿能有人头，知道吗？福爷哥这倒没事儿。这个世界被欺骗了。这英雄比较烦，不好杀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这福爷哥是不是搁那石头人那呢？我瞅一眼啊。我个人感觉他马上要来赶赶我呢。没有，他去中路去了。干啥呀这？没关系，他五。打不过了，那有些人那是眼睛就那俩孔，就是用来出气儿的，是不是？那石头人我 Q 完，他直接就往那塔下闪现，完事你跟我说打不过了。哎呦我操，漂亮！我让塔砸了两下还是一下我忘了啊，我 Q 完他就闪现，然后你跟我说打不过了，咱也不知道这是咋瞅的。慢慢玩呗，跟他。我也不着急。越塔呀，拿嘴越塔呀，
他有大招。你让我，你别说越塔，你就直接说送。啊，你别说越塔，你说直接送，你上去送啊！你这为什么不送这石头人？把这打了来。打打峡谷，我也不知道这石头人要干什么玩意儿了。没事，打峡谷啊，打这个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给他打到残血。没打过这石头人，那念咒可能多念一会儿好了。我把他扣都给他躲了。先来个攻速海。命令必须得到执行。W 时间长一点好了，我感觉他的血量应该能杀。嗯？哦，哪来个维恩？维恩的辅助在哪里？怎么来我上路来了呢？咖喱奥，给我过来！来，这维恩有点肥呀。大我好了，这波是应该来上路打架。我直接扣他有意义，我还怎么贴他？我就是打不过他，没有用。他下去杀六个，我们杀三个，他比我等级都高，我上哪打得过他呢？真他妈的难呐、啊！去下路带线儿吧。看来不能去下路带线。
小可爱是吧？小可爱，小可爱，哎呦我小可爱，太他妈烦人了，这露露。那维恩有点肥，我们家那 AD 61刀，人家130刀。维恩确实是有点肥，有点肥。而且我们家这辅助还没啥用，他要是个露露还行。别打了，打不过。你现在上哪打过去？那人家家维恩杀不了，我们在正面打不赢。上去就得全死，那小黄毛让人福杰哥一个大打成没血了。你就得等我了。塞拉斯，等我吧。慢慢捡，不着急。中路可以打，很累。那咖喱奥没伤害。其实比较赖我，你知道吧？我没办那石头人，这把让他混着了。正常这个英雄我是不可能让他们选的，因为他再没有用，他也比我们的队友有用。收集者多少钱？1775。哎，你看你搁中路干哈呢？咱要是只会补兵吧，你补的兵多也倒行。你说你一共补他妈79个兵，人家补168个，19分钟压你100刀，然后你还在这补兵，你就跟团混就完事儿了呗，混吧混吧还不行吗？这上哪杀去呀？这，哎，我纳了个闷了，为什么这个？维恩可以看见我呀，他怎么看着我？点燃也不可能看着我，要么就是露露给 E 了，啊，要么就是露露的 E 技能。但我刚才我看他没有 E 着我呀。
这波能杀，我马上到。我他妈让你秀！我让你秀！都给我框里头了，给我追！太膈应了，真的就特别烦这种维恩英雄起来还带个辅助露露分女儿这种的，你知道吧，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英雄一搁对面，哎，露露分女儿起来以后难杀，这玩意儿能有他宝能给加血，特别烦，还不是那种锤石啥的，那锤石都还好了，都加不了什么血，整点小破控制。小龙，大龙兽没了，完了，上吧，没办法了，只能上了。耶，我怎么死的呀，反向 Q， 你干啥去了，快走吧，现在这福耶哥也不好处理，换了多兰不卖了，哎，这两个下路瞅得我他妈脑壳子都疼，操，人家杀十六个，他鸡巴，哎，你还能把他杀了吗？哎呦我操，塞纳换人了，没事死吧，啊，这波你把他杀了已经非常的非常的棒了啊，死就可以了，你能把他杀了已经挺好的了啊。西兰刀出完出无尽的，就这一套，那维恩没有那个抗性装备，刚好没有事，这么寸呢，砍过这个，我都没砍过他们家这个福耶哥，不行，我得再拿把剑圣，打得我生气，真鸡巴菜，哎呦我天，不像样啊。